这个就是昨天采的蘑菇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。今天我处理一下。今天我们需要处理一下，这是一片那个厨房的餐巾纸，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就是自己擦拭一下，就是让它看再也还是有一点点不是干净的，然后呢？轻轻的擦拭，擦干净这样。我都把它擦一下，因为我们就不洗了，然后直接切完了之后就是下锅炸，就是把它给炸。接下来我们来切，你可以看得见，现在还是 Oops，就是又变得非常的蓝。我们来切片的，然后这个底部，这是非常黄颜色的，带一点，蓝色的。刚开始就是黄色，然后马上变成绿色。它这个肚子太可爱了。
来了，我们煮一下意大利面。有一点少。然后加一点食盐，几分钟就好了。这个好，我们可以加一